最后，劳工和民权组织的支持者星期六联合在华盛顿集会，他们希望唤起人们对众多议题的关注，并对近来保守派的活动予以回应。成千上万的民众高举标语牌，呼喊口号，从美国国会山前经过，然后走过国家大草坪，在林肯纪念堂周边集会。他们这次游行的口号是为一个国家共同努力。